全军出击。苏勇，希望他们能喝。这小黄毛哪里来的呀？中单啊。打吧，他已经没有技能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跟他 A 了。谢谢卡卡罗特。这个剑魔可以打了，吃个药闪现了。你不要以为你在那一站我就不杀你，小伙子，你在这站啥呢？瞅啥呀？有什么好瞅的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老瞅什么东西？一 A 接 Q 接平 A 接平 A 升级 A 接 W 接平 A A。万一你一下，我的炮车走位，省他 Q 一连 Q 他一下。不敢上啊，没事，走呗，勾引他啊，勾引他，假装打不过，让他往前上 ，Q 一下，你这剑魔这么点血都不敢上。来呀 ，Q 一，三段 Q 我放 ，E A W 接个 Q， 你是真猥琐，我发现，你是不是感觉我没有蓝，这么短呢？来 ，Q 一 ，Q 一呀！哎呦，嘿，给我假猴扎死，升个级。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有多长？我让你见识见识。跟我博弈了这么长时间，跟我在上个鲁完，我这不把你杀了？最终我们获得了胜利。出门能不能把猴头放下来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既来之则安。当然问问土地老王。E A W A A 接 Q。好了，要 A 我，
这一技能吸地太长了，10秒钟。我在想这波到底要不要控线儿？控一手吧，小控一下。把线控在这里，等一会儿这剑魔来，他没升，我们还可以跟他打一波。等他把三段扣放了的啊，乌迪尔来了，扣他一下 ，A 接 W 溜平 A 来上乌迪尔，好，他技能放完了 ，E A Q， 给我追。完了，我车没了。等一下啊，这好像是救不了，这没办法，你给人引过来了，你说，你怎么引这么多人呢？你跑个屁呀！你说你摸我一下呀？你咋这么猥琐呢？我就这么点血你都不敢打，梦魇多少级啊？5级，快推完了，起飞接 W 再转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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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俩卖了，来个燃烧宝石，梦魇刚才升了，本来是5级的，突然之间升了。来架来，开大招也没用，你开大招你技能也没吸地，你干啥呢？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东西？你跟我说一下子。哎呦我操，吓死我了。这回血真恐怖啊，没有一滴血是自己的。哎呦，这是谁？这俺们家小黄毛，你往我这甩什么大？你要打死我呀？啊不对，啊对呀，怎么不对呢？我一 Q R 转起来 W A 接 Q 再转，塞拉斯偷炸招偷皮肤吗？我问一下子，刚才那个皮肤很明显啊，是小黄毛的皮肤。如果偷皮肤的话，那可能是塞拉斯的炸招。哦，那偷皮肤的话，那就应该是塞拉斯放的。两层塔皮，我们回家。算了，不回家了。这波剑魔搁中路呢。
看队友吸地，那小黄毛大招吸地，刚我没注意啊。但小黄毛大招吸地是假的。我来个体验马特。九头十五黑切反甲，黑切不用出了，九头十五反甲卸手。这波呀，这波肯定是打不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就必须得跟他打一下子，因为我大空了。我本来一开始以为我有闪现的，你知道吧？我闪现咋没了呢？呀，扣塔了。那我秦王要柱，这把来个布点还没关系，死一把让他值点钱。我们瞎当没多钱吧，我们瞎当也就150块钱，还可以接受。此地不宜久留。这波我比较希望这梦魇可以来上路，我是不是没杀过你？我发现了，小伙子，啊，是不是得杀一杀了？自从上一波开始，为什么变得狂妄起来了呢？有这么狂妄吗？梦魇是不搁这儿呢？啊，梦魇搁下边呢，一会儿过去找他去。有没有红啊？嗯，这波梦魇有红，我们打两个肯定是打不了。啊，剑魔如果过来找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只能死了。所以先不跟他打了这波。这样吧，先出一个吸血。不用吃饱了，往下走一波来。嗯，马上喝完，跟我来，这波全死。你好，先杀机器人 W AQ 转起来，杀这波 ADC。 这么打工吗？不打不相识，
怎么跑了呢？梦魇啊！梦魇在哪儿呢？刚才瞅了我一眼，然后跑了。打个河蟹吧，我把你杀的。你这无敌人怎么连梦魇都打不过呀？这无敌人让你玩的也太失败了。我扣一下，点下 A 一段起来 ，A 接扣 ，R 起来，平 A 再 A 一下，拿一波双杀。我来把乌迪尔，我来把乌迪尔。吃个防御塔吧，谁死了？上路的人死了，那我们吃个塔。现在这三象加九头蛇攻击力是真低。攻击力太低了，我们这波这样出，先来个小反甲，再来个考菲尔德战锤，嗯，你这个屏幕真好，嗯，我感觉是的，不换。走去红 buff， 谁投降？投就投，谁怕谁呀？投！今天谁不投，谁就是孙子啊！我跟你说，谁今天不投，谁就是孙子。你说你就非得要怎么的呢？就得就一手这梦魇。把他塞拉斯给我杀了 ，WEA， 让他勾，就上乌迪尔，这乌迪尔这么又不扛塔，这塔下两个人不上去扛去，你瞅这建模。二杠十一，还一个人守四个人的塔，给你狠的，翅膀给你掰了。走，回家。还不走啊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猴现在这英雄怎么感觉出什么装备伤害都低呢？没有一个又有虚区的装备吗？这装备出完也不肉，虚区也不高，飞谁呀这？我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小机器人。
怎么的？要打死我？几个人啊？要打死我？穿甲猴虚区高啊，穿甲猴不肉啊。嗯，发现魔 A 一平 AA A 接 Q， 应该给他来个无影棍的。啥都要肯定不行了，放屁！上版本死亡之舞就无敌，虽然有点贵吧。什么意思？谁死了呀？那打大龙怎么还能死一个呢？神圣分离者又有虚区，哎呀，分离者虚区可不高啊，分离者呀，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，也就10%穿甲，够干啥的呀？10%。这样没有攻速了，那没办法呀，那你咋整啊？先杀他卡莎，我应该是死了，死死吧，给我下当了，死死吧。你看那虚区高吗？虚区也不行，那虚区。老婆，看一下 iPad。 木印电刑穿甲猴很暴力，就是脆，那肯定的呀。我就是问有没有又有虚区的装备，但很可惜他没有。哎呀，先把这梦魇杀了吧，一波吧，后边了，生气了，没有又有虚虚的装备。闪现 W 的 EQR 转起来，再转 Q1。我强烈要求把死亡之舞换回来，杀个剑魔吧，攻速太慢了，你发现没有？那不出三下哪有攻速？不行啊！